美妙的弦乐，开怀的笑声，踏上快乐的步伐。这里是草屯公益文化园区，草屯公益文化园区为推广公益文化，不时举办丰富的展览及活动，更结合地方特色，保留台湾传统文化。目前在这个假日都有非常丰富的活动啊，包括我们的假日市集啊，我们很多这个所做的这些艺人啊，会在这边贩售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工艺品，或是生活上的一些杂物啊，这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在这里寻宝的地方。这个充分的展现我们这个假日时间一些悠闲的感觉啊。那我们每个假日跟国定假日都会特别安排的一些街头艺人的一些表演，好，所以说假日期间的话啊，你来这里你也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些音乐人的一些表演。假日更有小红豆创意市集，提供摊位让富有创意及传统工艺文化内涵的摊贩前来设摊，也邀请到许多街头艺人展现地方文化特色。除了这些户外的活动之外呢，还有我们有目前有六间这个馆舍啊，这个都会开放来营运啊，里面有很这个丰富的展览，那也可以来我们这个馆舍里面体验一些这个生活工艺啊所做的这些工艺品啊，那你把一些这个自己亲手做的一些手工艺呢带回家当纪念。公益文化园区长期以来致力推广地方公益文化，透过各种公益活动及课程，使游客更熟悉传统公益，更通过小红豆创意市集与游客的互动，吸引更多前来草屯游玩的观光人潮。民意新闻曾伟翔草屯采访报道。